传送门，小叮当。哎，你们那边也叫哆啦 A 梦吗？还是叫叮当？对啊，哆啦 A 梦啊，哦，哆啦 A 梦。然后就有一个传送门。你会很喜欢看卡通吗？我会啊，哦，我也会。我常看都是哆啦 A 梦，还有蜡笔小新。哎，我也是哎，找到同好了。蜡笔小新超可爱的，真的。我看你那个啊，我看到你贴图都用蜡笔小新，啊。哎，对啊，我全部都有哎。我超喜欢蜡笔小新的。你也全部都有吗？没有啦。哦，我蜡笔小新有那个，啊，五组贴图，我全部都有。啊，小新迷耶。对啊，蜡笔小新忠实粉丝。是啊。对啊。就蜡笔小新很可爱啊，从小时候看到现在。对啊，我也是啊。我5岁就开始画蜡笔小新。哦，你会画哦？对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我这边有听到那个史莱姆的声音呢。嗯，那你那边应该有个很大的地方。很大的地方。超级的大的地方。因为要让史莱姆跳，所以要很大这样子。对。是哦。那可能生存的地方也要很大呀。哦，对，因为离得蛮近的，可是因为我没有戴耳机，所以我听不太出来是哪个方位。嗯，应该是前面或后面或左边还是右边。这我也知道啊。哎呦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这四面吧。啊，对，好，好，还有上下六面。嗯，上下就不太可能吧。哎呦，好像我找到一个大地方了，可是，哦呦，我看到它了，我看到它了。哎，看到他了吗？对，我看到史莱姆。哎，可是有酷攻，哎，啊，哎呦，哎，要小心耶。哦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哦，有钻石哎，我这边有钻石。酷攻有事吗？那，哎，不，我有事吗？是我有事吗？但我太难过了。有酷攻有事啦，酷攻倒地了，倒地了。哎，好可怜哎，酷攻。我也很可怜啊。哎，我那个，我这边发掘钻石了。哎，很好耶。对对对对，我先。那我们要等到附魔才挖钻石吗？应该不用吧，可以先挖回家放着。这样子就很少啊。如果附魔到幸运的话，就可以挖很多很多很多。真的吗？可是要附魔到幸运好像也蛮难的。人品。人品哦，好，没问题，我还是现在挖好了。还是现在挖好了。对啊，不然的话，到时候连路都忘记了。对啊，我觉得会连路都忘记，所以先挖一挖。对，我这边附近也有岩浆，我这边还有蛮多红石的。哦，对，都先挖回家好了。红石我们需要吗？呜，哪来的？哎，哪来的？哪来？我刚往前走，就后面一声爆炸声，可是我完全没有看到苦力怕的影子啊。因为苦力怕走路是没有声音的呀。对啊，是没错啊。可是我连看都没看到，哎，好可怕，啊。那么可怕？对啊。可能他偷偷的跟着你。他是会这样没错啦。然后就叫你一声，然后就嘣。我也没听到他叫我，哎，好可怕，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有叫你啊！嘶！我连这个都没听到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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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道苦力怕喝到隐形药水了？嗯，其实他哑了。哦，哑了，哑了，然后只会爆炸这样。哎，怎么了？我挖出来了。你挖到什么？我挖出来了，我挖到一个新的洞窟那边了耶。真的吗？对呀，啊，我只是想盖一个种树的地方，然后挖着挖着就挖出来。啊，真的？那也不错了。还好。咦？我会把它封起来了。好啊。哎，我这边还是有史莱姆跳跳的声音。史莱姆跳跳，史莱姆跳，史莱姆跳。跳跳跳跳，哎，还是有声音呢，奇怪，到底在哪里啊？
好奇哦。要找到他为止吗？啊，不要，好累哦。你要找到他的家？不要。好啦，他在等你啦。我努力啊，我努力，我努力。欸，他在等你啊。可是我不想等他。他很希望你去找他，然后你就说不要，不要。很傲娇，不要，不要。我走在岩浆旁边工作，好热好热，小心点哦。我开个电风扇好了。好热哎。对啊，好热哦，真的好热哦，而且随时都会掉下去，好可怕。对，要小心哎，不要掉下去哎。好，不会不会不会。好，走过来了，太好了。哦，我这岩浆一大片哎，一大片的岩浆。对啊。差不多挖完了这边，好，没问题。那我这边也要加油了。我蜈蚣，整集的画面就是在这里挖石头。你可以快转啦，可以快转。哎，也是啦。这里一直挖石头就是啦。我擦，我把还要再大一。应该好，我这边是不停的踩红石，对，然后又在走在岩浆边这样子，哇，好可怕哦，要小心。好，然后你等一下又会问，哎，岩浆没事吧？不是，岩浆不是啊。哦，好怕，一个脚滑就掉下去了。所以你很狡猾吗？啊，不会不会，我为人正直，我对。我跟 Ryan 最好了。那你就会狡猾呀，不会狡猾就没事啦。好。我可是这边好黑哦，好可怕。哦。有带火把吗？有。那还好。对，还可以。哎，很幽默耶。什么什么很幽默？没有啊，就很幽默啊。你说狡猾吗？不是啊，就很幽默啊，很幽默啊。你说岩浆有没有事吗？哦，苦力苦苦苦力苦力苦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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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力怕苦力怕，有事吗？不是，我用弓射他，我用箭射他。哦，好。哎，死了死了。不，哦，苦力怕是最恐怖的。对啊，他都无声无息接近你。对，所以我都被苦力怕炸死。小心啊！我这边又看到钻石了，可是在很危险的地方哎。小心点啊，电过去啊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有蚊子。哎，有蚊子。哎，有没有打到？好，应该有打到。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边好可怕、喔。然后我刚那个滑鼠又稍微抽蓄了一下，有事吗？滑鼠啊不，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有一颗钻石掉进岩浆啦，浪费。哎呀，浪费。那你有事吗？你好像问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欸、你好像一直问错。掉进去就好啦。好啊。哎呀，我刚好像在烧铁，又忘了把它拿回来了。没关系，几个而已，不算什么。我们现在铁多的是。对，我这里石头多的是。对，没关系，都来都来都浪费，都浪费了，这样就不好了。浪费是不好的。没关系，铁再挖就有，石头再挖也是有，而浪费没关系，再挖还是有。对对对对对，不对啦。那你说的很正确的感觉。你要配合我啊。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就配合你啊。对，没错，你说的对。好多红石哦，我唯一没浪费的就是红石了，我好珍惜它哦。
哎，你怎么，这是没用的东西啊？对啊，我应该挖点有用的东西。嗯，石头我很珍贵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存。对，不过既然是 underground 的，那矿物应该真的还算够。石头很缺乏。哦、真的吗？钻石就很多。哦，是这样吗？你现在活在 underground 的吗？还是你跟我玩的是不同游戏？这是钻石。哦，钻石 ground。对，钻石 ground。哎，真的耶，这边红石好多、哦，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嗯，蓝石也很多。蓝石哦，还没看到，还没看到。绿石也很多。哎呀，我放错了，我要插火把，结果把红石放到地上。这边水也蛮多的，嗯，我要仔细想想，这地方是干什么来着？要小心点哦。好哦，不要掉下去喽。啊，不会不会，这样子石头都没有了。对，地板会出事哦。会裂掉哦。我这边蓝蓝的，我还会起雾呢。那么恐怖？对啊，好可怕哦。我插火把之后才好一点，感觉会起哦，有毒气，毒气吗？毒气不是绿色的吗？怎么会蓝蓝的？嗯，蓝色的毒气哦，它重金属污染的。对，看一下这里应该不错，这里也毒气还好。我又要上来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。好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听你说，稿子，嗯，还有，我已经做了四根铁镐，哦，好，哎，铁镐好多、哦，我已经挖了很多啦，挖了四根，但是我们的铁一样很多，啊，对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带回去一样，哎哎，身上没有铁，刚被我浪费掉了，哎呦，没关系，我有办法，我把石头放下。好多耶，我身上的石头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身上居然煤炭跟那个都没了。哎呀，糟糕了糟糕了，这是时候叫我该回去了。所以真的是煤炭了啊？对，真的煤炭了。哎我附近找一下我们炭好了。糟糕，这样好黑哦，我不敢再继续前进了。哎，我做十二根铁镐。十二根铁镐，哇，好多、哦、没有啦，我做三根啦。好啦，那我需要你的帮忙了。哎、你不知道去了，我下次走到岩浆旁边。哎哎哎，这样太狠了，太狠了。这样子不错哎。不，哎不，哎对。对不对？不是。然后你就一不小心把钱一走，就啪，没关系，这个我朋友很常做，我都习惯了。哎、你说。然后你说我需要你的帮忙，然后我就在前面倒一桶盐在，然后太狠啦，很烫很烫，会烫。哎，真的铁还是很多呢，不愁吃穿，不愁用。对啊，我们还有煤。嗯，好，稍微整理一下。有啦，那个观众叫我们整理东西，我们都有在整理啊，只是看起来还是稍微乱乱的嘛。其实我没有啊，我是随便翻啦、啊，都是在你在整理而已，就稍微归类一下而已啊，我也没有很仔细的在整理它。我也没有很仔细啊。对啊，要很仔细去整理它，就要装模组啊，就是翻对啊，方块的就一个箱子这样子就还不错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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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至少哎。刚没有把蚊子打死，它又飞到我面前。哦哦，它有叮到你一下。啊、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它叮不到我、哦。那蚊子有事吗？没事没事，它还在飞。还在飞哦。那还好，那还好。你要把它养大哦。养肥。然后等一下他又肥死，然后你又问说他有没有出事？不是啊，因为你其实如果你要把他比较好打死的话，就给他吸血啊。然后他变重，然后就飞很慢。对啊，他就会变胖，然后就很重，然后他的反应就很慢。你一啪他就死掉。我才不要。
我们来繁殖牛吧，应该可以了吧？不会过度。应该是可以拉吧？哎，喇叭。哎，有吗？看一下。有吗？有吗？哎，有有有有有有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，两只两只，好好好，太好太好。我们的食物。然后你又杀死他的爸妈？ 哎，还没，我们要多一点在一起。哦，对，一起杀，对对对，一起杀，一起杀。有人那个啊，那个什么，有人从第一集就开始讲，然后讲话变得好客气哦，哎，然后玩久之后就会像刚那样了。哎，怎样呢？其实我讲话很快的。也很快的吗？对。但是我讲话很慢呢。不是啦，我说很快，不是很快。我讲话很快。 我讲好了，好了，我等下去看你那边弄得怎么样，然后你再去看我那边。嗯，还好啦，还好啦，我这边还没有完成，所以你不用过来看。好啊，好啊，可是我完成了你再过来看。好，可是我也不太敢回去，刚那边哎，好可怕。不要过去啦，不然的话那边会出事的。好啦，好啦，那我火把多做一点，我再过去，好不好？那还好。 反正有，我是哆啦A梦，传送门。对，好，那我再回去看看。你懂的，你懂的。哎，对，我懂的，我懂的。嘘。好，那我再回去看看。哎，这里挖，再挖多15分钟左右吧。啊？我这边挖多15分钟左右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 这样子就应该挖完了这边，挖挖挖挖挖 ，OK， 挖挖挖挖挖挖，OK，挖挖挖挖挖挖，哎，你其实还蛮像的，是吗？是啊是啊是啊，哎，好，那这边 OK， 继续走，刚把那个 OBS 缩小一下，你在录影的时候你会开着 OBS 吗？不然的话怎样录影？ 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是说你画面会看着他吗？不会啊，我。Ryan，我差点死掉。怎么了？你吓死我了！我人剑爆掉了。哎，别急着走，如果你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的话，觉得好笑、幽默、有趣，那你可以给我一个喜欢哦。如果想要追踪我的影片最新动态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订阅。 另外，如果想要支持我们团队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粉丝团给我一个赞哦，谢谢你的帮忙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